大游戏竟然让我白捡一个老婆。啊，这人在车旁边趴着干啥的？大哥，别补别补，求求你了。原来是个小妹妹啊。为啥不补你啊？我看你也是一个人，咱俩聊聊天呗。大哥，你是一个人玩吗？对啊，我那么厉害，肯定是单人四排啊。姐，快来救我，他是单人四排没有队友，我已经拖住他了，你直接过来把他打了就行了。我操！哥，我姐就在旁边，她可是女战神，老厉害了。你别补我，我让我姐带你一起上分，好不好啊？好啊，这小家伙竟然还有两副面孔，就是脑子好像不太好使啊。小妹妹啊，你跟你姐通风报信的时候啊，全部麦没有关。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中大分了。不是吧？他队友怎么来的这么快啊？我这子弹也打不到一个人啊！36计，先跑再说。只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姐姐竟然追了我整整一个地图。不是吧，大哥，我车都给我跑没油了，还追啊？喵喵的，打得我差点就去见太奶了。大哥，你都追了我整个地图了，饶我一命吧。谁是你大哥？叫姐姐。哦，那姐姐，你放过我行不行啊？不行，谁让你把我妹妹打？啊，我不打她，她就打我了呀。这我不管，你动了我的人就要负责。去，我今天就是淹死在海里，也不跟你长 KD 啊。呀，欺负我没队友是吧？我现在就去招募，等一下别让我再碰到你们。Hello， 有奶。这两个人的衣服怎么这么眼熟啊？不会这么巧吧？姐姐，是上一把打我的坏蛋，坏蛋你害我掉了好多粉。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嘛，赶紧退了算了。不准退，趁我妹妹掉分了就得负责。看你这么菜，这把就好好伺候我们姐妹俩，看个三级包挂件吧。其实我不菜的，少废话。飞机把我乱杀，这技术也太牛了吧！谁给你干的？敢动我的人，我死！别怕，有我在。不对，有问题啊！好烦呀，我都说了知道的啊，我会的，肯定会的。啊，什么情况？哎，小妹妹，你姐干啥呢？你是傻子吧？这明显是打电话的。你跟我来啊。你姐打电话这语气啊。别提了，我姐都20了，一直都没有男朋友。我妈说呢，她今年再找不到男朋友就不用回家过年了。啊，这才啊，听她的声音这么好听，长得肯定也很好看啊，怎么会找不到对象呢？对啊，我们家都是这么说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你还挺不错的，要不要考虑当一下我姐夫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别看我姐凶凶的，但那是因为以前被渣男伤害过。其实姐姐啊，平时可温柔了。在这儿等着，我去找我姐聊点事儿去。也不知道他要跟他姐说什么事情，怎么他俩还一起过来了？我他妈来了！你说他喜欢我？你不会是在骗我吧？是的，姐姐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要求很高的，以后在一起的，我出去上班养你，你就乖乖的在家给我洗衣做饭，听到没有？啊，我洗衣做饭，我就当你答应了，老公，今天陪我回家过年吧。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